议员王小姐所伤害的就是张淑娟小姐。张淑娟小姐，胡说八道，谁伤害谁啊？她告的是你，不是我。太恶心了啦！这一位在场闹场的人叫做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王同威。 我是纯粹的新闻工作者，就是你诬告败诉女王，天天在败诉，还有脸在这边讲话？你出入过多少次了，对不对？人家告你多少次了？你好意思吗？哭一下啊，现在就哭一下啊！你不是最爱哭吗？你也可以在地上打滚啊，你也地上打滚过呀。你好像那个啊，你好像是那个啊，泼妇骂街啊！跟这种人站在一起了，各位。 丢脸，媒体的败类，直接说，你不是要来闹场吗？你是什么呀？你老公吃软饭吃了10几年，你自己把话说清楚吧你。我老公跟我离婚了，再见。爱我爱的要死，你羡慕吗？你王宏威嫉妒吗？谁嫉妒你老公啊？你自己送上门来挨打。 挨什么打、啊？你策动人家你自己送上门来的。我告诉你，我向张淑娟道歉，我也不想理你。我现在是跟张淑娟道歉什么呀？是你站在这里来的，道歉什么呀？来的，道歉什么呀？他如果说伤害事实，好意思说人家道歉，笑死人了。关你什么事啊？你叫张淑娟吗？你靠一边去了，跟你无关。你才滚一边去嘞！你滚，你滚一边去，这件事能。 跟你有关吗？你叫张淑娟吗？小姐，你叫张淑娟吗？你叫张淑娟吗？哎，对不对？大家看到没有？这种人想要占人家、想要选举的人，就是国民党最无耻的现任的市议员候选人，最不要脸的媒体人。你还好意思讲媒体人？不要，我媒体人做50年，我要不要脸是我自己的事情。 对你不要脸是你的选择，你更不要脸！你为了要选举蹭人家周玉蔻，你要脸吗你？蹭什么周玉蔻啊？不要脸！今天是你过来的，今天他提告我找张淑娟，你过来干嘛？哎，张淑娟请我过来的，你叫张淑娟，所以你是策动的人了。我策动什么？是你污蔑的人，我哪里污蔑人？我现在跟张淑娟道歉，再见不见，拜拜。 这种王宏威这种台北市议员就是中华民国的败类，每天挑拨离间，在网络上面随便乱骂人。他以为他欺负别人欺负惯了。我告诉你，张淑娟小姐不要被王宏威挑拨离间，你也不要陷入政治斗争当中的工具。我们报道有错误，我道歉。但是王宏威用这个东西做他的政治工具，无耻。 就是这个样子，无耻到极点！你呢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张淑娟跟他有什么关系？会打滚哦，他待会哭哦，会打滚哦。我听到打滚过，你滚过呀！你不是爱滚啊？快滚！王宏威，你走一边去了，你又不姓，你又不姓张，你又不讲。我是媒体记者，我是当事人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你当事人什么？你在那里，我是当事人啊！张淑娟提告我不是当事人吗？那为什么是你出来嘞？你是谁呀？你是谁呀？你是挑拨离间者，你是想要得政治红利的不要脸的蟑螂，你才打滚呢！老鼠，老鼠。 像是人这样子好玩哈！你才是人见人讨厌的，想选立法委员选不上，只有你败诉。我败诉过又怎样？关你什么事？丢脸，丢脸又怎样？不要脸！你难道是你王宏威讲的？你王宏威要脸吗？我告你干嘛嘛？谁稀罕告你？我告你，你还想蹭我的那个流量去选立法委员呢？鬼扯嘞！哈，鬼扯是什么？是你啊！你是鬼！ 张淑娟小姐本人今天没有到，结果由一位台北市议员姓王的叫王宏威的在这里做政治游戏，到滚啦！你滚他就会到，那我要等张淑娟小姐，那你就等不到了。好，对不起哦，那我跟大家报告啊，因为有周玉蔻这个蟑螂在，所以张淑娟不会过来，我就直接跟大家宣布。好的，让他继续在这边。没有各位，不是现在王宏威是在那边挑拨离间，搞政治斗争。张淑娟小姐，我跟她。 但是王宏威真的挑拨离间，搞政治斗争，王宏威自己负责，我不需要选举。我在台湾的媒体界工作快50年，我为我的工作负责。国民党这些败类的市议员，我警告王宏威，再继续的操纵下去，我继续的追杀你到底。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再说一次。而且我们面对面正面，对，而且我想的好，和平面去了。再说一次，国民党这些台北市议员们，其中王宏威搞政治，然后口出恶言，当然我也不会饶过他。过去他是我联合报的属下。 现在扭曲成为这个样子，在带动一个政治斗争，可以这个样子吗？台湾社会是这样吗？媒体跟政治人物本来就是两条平行线。我做我的报道，我负责。今天如果张淑娟小姐的这个新闻报道，她认为有错，我告诉大家，我道歉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去追张孝言的另外一个，到底女主角是谁？各位，这则新闻里面的最重要的是张孝言欺世盗名。 骗世界的骗了10年、15年，说他姓蒋，结果最新的消息显示出他姓郭，他的爸爸叫郭立博，蒋万安的祖父叫做郭立博，蒋万安应该叫做郭万安，蒋万安，你告我啊！那个马英九那个整容失败的前总统，昨天不是叫蒋万安告我吗？我今天正式跟蒋万安说，你叫郭万安。 你爸爸欺世盗名，你登记参选的蒋万安3个字是伪造文书，请蒋万安来告我。你不来告，不告我就表示你心虚。蒋万安叫郭万安，他的祖父叫做郭立博。昨天出版的新书《门里门外》就是一个证明，这个证明赤裸裸的揭穿了国民党的谎言，所以国民党人才在那里气急败坏。 演出这种下流的斗争媒体人的非常丑陋的戏剧。我再说一次，张淑娟小姐，如果她觉得受不明之冤，其实她的声音名里面对不在场的那一天的写作是不一样的。我无意在追究，但是我希望张淑娟小姐可以帮助我们找出绯闻案的女主角。为什么张孝言这个世纪大骗子可以在？ 暗中骗人，可以在后来的、接下来的一个重要的场合，接下来非常重要的蒋姓跟是不是姓张之间这样骗人？张孝言曾经出示过一个 DNA， 所谓的检验证明，结果是他跟他的舅妈的母子的检验证明，他跟他舅妈的 DNA 证明说他不姓，他不是他舅妈的儿子。 接下来就由台北市政府跟内政部帮他改名为，他是蒋经国跟张亚若的小孩，这个有合法的程序吗？这个不是伪造文书，不是诈欺吗？蒋万安，你打着蒋经国的孙子、蒋家的那个后代、蒋家的光环竞选台北市市长，你叫郭万安，你敢不敢面对？我们一起来辩论，或者你到法院去告我呀！ 你们家的那个马英九不是说叫你告我吗？王宏威操弄政治，